再踏入我的农场真是太好了。我还以为在密苏里州外国人拥有农地是非法的。以前就是，但我的律师库尔特谢弗帮了我们一个大忙，我们现在在密苏里州拥有数千英亩的土地，还可以买更多呢。但是那个库尔特谢弗他不是州参议员吗？是的，他确实是。Tell Kurt Schaefer, stop helping the Chinese buy our farms.